咁嚟緊有啲咩需要，隨時聯絡我哋。大家好，我是彩燕關愛隊的隊長施彬彬。今天我們有兩件事做，首先就是中秋節了，我們準備做一些福袋去探訪有需要的家庭和長者。另外有個長者說家裡的電器出了一些問題，希望我們上去幫忙維修一下，我們一陣會一起過去的。廖大哥 Hello， 打攪曬你。咁因為就嚟到中秋節啦，所以都準備咗少少物資上嚟探你哋。之前咧，因為都有問過大家意見，覺得送邊啲物資會適合啲咧，所以就買咗啲上海麵，因為比較軟身啲，大家老人家食會適合啲。入邊就正常啦，冇問題啦，測試過啲嘢都。咁啊，而家就完成咗啦。好。唔該曬，安全使用。祝大家身體健康。嗯，係最緊要呢樣。咁嚟緊有啲咩需要，隨時聯絡我哋。辛苦你。唔會，走啦走啦，唔使送啦。拜拜。你哋去先啦。拜拜拜拜，身體健康，拜拜。點解當初會選擇成為彩健關愛隊的隊長呢？因為我服務了社區都幾年了，咁眼見我所居住的小區調景嶺都越嚟越老齡化，咁過去社區中都發生了一些悲劇的事件，所以都想盡自己一份力，凝聚一群有心有力的居民，成為義工去服務社區，令到我哋所居住的社區可以越嚟越和諧。我哋成班兄弟咧喺呢個關愛隊成立之後咧，一路都有對呢個社區咧感受到有服務啦咁樣。譬如話換嗰啲過濾啊，即係嗰啲水喉啦咁樣，一收到 order 咧，咁啊我哋咧就即時安排啊，即時上樓咧幫佢換啦。嗰啲街坊咧就好開心啊，咁啊我哋咧可以幫到佢哋咧，我哋都好開心啊。其實辛苦我唔覺得咯，因為做有意義嘅事，我覺得就。幫人等於幫自己啫嘛，係咪先？幫到別人就是好開心嘅。咁我盡量都抽個時間，因為我都要工作，咁加埋又要睇下居民佢哋就方唔方便。咁喺翻去隊隊長大家溝通之後，咁我哋約個時間，可以盡快第一時間上到去幫到居民。呢樣嘢就係我哋做關愛隊嘅應該做嘅事嘅。嚟緊就係我哋西貢關愛隊成立一週年，同埋慶祝國慶75周年嘅大日子。基層安則國家安。希望透過我們關愛隊在地區的服務，為國家安定出一分力。